小朋友小三小四看到爸爸还是很爱爸爸，会跟爸爸亲嘴，这样，然后老婆也愿意跟你亲嘴，愿意跟你有性行为，就是这一点。一个人，一支吉他。都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准备你的啦。感觉像跟我要被求婚一样，感觉没有信心。我转了转了头，耶。星期日晚上9点，在公共电视，姐妹们的音乐万万岁。